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文学的异想世界，我是张瑞芬。呃，最近呢，这种天气又冷又下雨的啊。 这个是很典型的忧郁症好发的时候啊，那尤其是呢三月底事情又特别多，我最近呢事情已经多到不知道应该要做哪一项了啊，全部挤在一起啊、哦，我觉得事情挤在三月底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呃所有人都预期你四月会有一个春假，所以呢他所有的事情堆在这里给你一个截稿期限，意思就是说你三月底做不完呢，你四月初也该要做完哈、啊。 在这里头呢，我最不想做的一桩呢，大概就是科技部的审查计划。那审查分两种，一种是一般的专题性的计划，另外一种是大专生专题计划。你要照他的规定方式呢，去打分数、写评语、上传哈，全部都是表格作业。而这一些全部都是官样文章，那些看起来很伟大的题目，要预计要完成的目标，那全部都是画饼。归根到底，那根本就是要钱而已嘛。 所有的审查呢，几乎全部都是浪费你生命的事情，完全没有什么创发力，它就是在消磨你的时间。那另外还有自己要写的文章，必须要交的稿子一大堆，杂七杂八教学上面要应付的事情。那么光是评量就有两个，一个是期中性评量，一个是学期末评量。这一堆事情呢，没有一件我想做的了哈，干脆什么都不做。我已经打定主意了，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，我就是什么都不做哈。 来聊一聊最近的消息好了。呃，最近呢，三月底有一个消息引发蛮多人的注意啊、哦，就是呢，副总统赖清德到成大去跟学生座谈，那么讲题呢是谈未来世界将面临的挑战哦，所以呢，当场就用线上调查的方式调查学生未来想做什么，结果调查出来大家傻眼哦，百分之四十二的学生想要做躺平族，然后呢，只有百分之三十五选择要做专业的职业，百分。 之二十四选择创业啊，这个调查结果呢，引发了一堆老人的紧张啊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老人是很容易忧虑的呀？哈，赖清德为什么跑到成大去演讲呢？呃，原因就是赖清德是一九九一年从成大后医系毕业的哈、啊，他好像没有当过医生吧？那后来就从政啊，从台南市长，然后到中央去担任副总统哈、啊。 那他回到自己的母校，以未来南方青年为题，对两百多名学弟妹来演讲跟座谈。而注意哦，这个对象呢是成大的研究生。这项调查统计呢，他是用扫描 Q R code 的方式呢，统计现场学生他们对未来的想法。选择呃躺平族阿姨，我不想努力了这一项的人，居然占了快要一半哦。 很多人就开始正经紧张了哈，为什么年轻人会这么样的没有动力哈？不婚不生，然后呢也不想工作，他就只想躺平了哈。是不是现在的高房价和低工资，使得年轻人呢有一种相对剥夺感？甚至还有人赖到呃，他们经历过很多繁琐的升学体制啊，这些课缸的扭曲，让年轻人对未来很茫然。 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完全没有搞清楚年轻人的幽默。诶你首先要搞清楚，诶这些人可是在考试当中他是遥遥领先的族群，也就是他自嘲的成分还比较高吧。就好像说建中毕业考上阳明医学系，然后呢，人家问他说你学测上是只考上的，他说我学测上的，后面再加一句不想再努力了。那么这就表示他没有努力或者不想再努力吗？不是，那只是个自嘲而已嘛。 就像我看到王世坚送给柯文哲那一件 T 恤，上面写“我就废”三个字的时候，哎，我都很想把那一件拿来，哎，我也需要一件哦，我就废，我就想躺平了，我也不想努力了。很多人说呢，现在的大学生素质不如几十年前哈。以今年的学测考生来说，总共十一万六千人，大概有一半可以进入国立大学。看到这个数字，全部人傻眼。以前念国立大学，那是怎么样困难的事情啊？ 以我自己呃考试的经历来说，好了，我是一九七九年考大学的，那一年十万个人报名，录取两万多个，总录取率呢二十九点二五，我们算个整数就是三十好了。 而这十万个呢，是已经筛选过的高中生哦。在六零年代呢，每一年出生四十万个小孩，所以呢，这四十万个小孩呢，呃，有些人上了小学之后，他就没有念国中或高中了。那有些呢，就分流到去念高职哈。所以呢，真正进入高中念的人。 不会超过十万多一点，所以这十万个去报考，然后再从里面呢三成录取。当时候呢，呃，念文的、法的、商的录取率尤其低，大概都只有两成多一点而已哈。理工的呢，大概录取到三成多。所以当时候念大学真的是重重筛选之后的一个窄门，所以大学文凭的稀缺性也很高。那我们来看看现在的生育率已经跌破十六万。 每年出生的小孩只有十五万多一点，那以今年来讲的话，报名学测的呢有十一万六千人，也就是几乎全考了哈。然后呢，一半上国立，然后呢在一半上私立，也就是人人都有大学可以读，录取率高达百分之一百一十一。 这不但造成了大学文凭完全贬值，另外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呃，高职的技职教育也完全崩毁啊。早年台北公专的分数有多高呢？听说考得上台北公专，考得上北联的前山志愿高中。 很多人只看到呢，现在的大学生程度低落哈、啊，但是我同时也看到，事实上就是，呃，现在的年轻人的资源比以前多太多了。第二个，其实年轻人比你想的还要机灵。第三个，顶尖校系的学生还是非常的优秀哈、啊。你想想看，伯恩，或者是想想看九妹。 他们这些学生难道不够机灵吗？他们不但书念得好，他也同时兼做很多斜杠。然后呢，他们也很敢跨出去做各种尝试哈、哦。我最近在做 podcast 节目，然后也会注意到呃相同的一些 podcast 或者是 YouTuber，我就注意到有北医女，还有建中，还有医学系的学生，他们都在拍这些 YouTube 的影片哦。那他们用的摄影器材啦，他们签约的公司，还有他们做的影片效果，都相当有概念。 随便一个骗子呢，就上万点阅这样哈，哇！我真的是输天天嘛、啊、哈，疏远了嘞。所以你如果要担心年轻人躺平啊，没前途啊，太没有方向，那你就做一个 YouTube 节目，或者是你又做一个 Podcast，跟年轻人竞争看看，看放上去哪边比较多人看。我告诉你，这些老老学究、老夫子、老前辈，立马呢被打趴。 但是没有关系，呃，老前辈也有老前辈的本事哈，这叫做老翁老各补头刀。呃，我今天呢要来介绍一本书，这本书读懂了，真的改变你的一生诶 茅塞顿开啊！这本书真的适合老中青各种人来读啊。这本叫做《人生四千个礼拜》，大块文化啊，二零二二年二月才刚出版的一本新书。那么作者呢叫做 Oliver Berkman 啊，他是一个纽约的专栏作家。为什么书名叫做《人生四千个礼拜》呢？因为如果以一个人平均的寿命八十岁来算的话，那么大概呢，你一辈子就只有四千多个礼拜，不会再多了哈、啊。当你意识到你这辈子 只只有四千个礼拜的时候，哎，那可是沙漏的概念呢。那你还会去跟人渣谈恋爱吗？谈那种毫无目的的、不能成功的恋爱，或者做一份你毫无兴趣的工作，去应付那些不值得应付的人，填一些无聊的表格，或参加一些无谓的应酬。人生四千个礼拜这本书看起来很消极，可是其实却是从消极里面去生出力量。这怎么说呢？当你看到事情的本质，就是。 你只有这辈子有限的时间，人生只有短短四千个礼拜，在这样浩瀚的宇宙当中，你根本什么都不是，你一点也不重要。所以，你拿有限的时间来做什么，宇宙根本一点都不在乎。当你想清楚这一点的时候，你不但能冷静下来。 还因此得到自由。这本书还讲到说呢，我们要接受人生有限的事实，哈，练习什么都不要做，不要试图去主宰事情，要把注意力放在可以完成的事情上面，哈。 不要想要讲求效率、多工处理、多管齐下，那是不可能的哈。你得事先决定让哪些事情砸锅。诶、欸、这一句我喜欢哈。你先决定要放弃哪些事情，这比较重要哈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太好。我之前就读过 Elon Musk 他的一本书，他就讲到说，Elon Musk 就是那个特斯拉的总裁嘛哈，钢铁人马斯克，他就讲到说呢，他怎么样善于利用时间呢？他把他的时间。 都划分成五分钟一个单位啊，不管谈论什么事情，五分钟一到就就转换这样。哦，我觉得这是很有效率，可是我觉得这样会过劳死吧？他旁边的人应该压力也都很大吧伊隆·马斯克，他是一个工作狂啊，然后呢，听说他办公室的员工跟他讲说，呃，忙到呢日夜赶工，完全都没有跟家人相处的时间。然后马斯克就跟他们说，等公司倒闭，你就有很多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了。 伊隆·马斯 k 他当然是一个天才哦。然后呢，他从呃能源永续到太空科技，包括像大脑神经什么，他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发者。但我只记得呢，他的第一任太太跟他离婚的理由是。 他的控制欲很强，在家里面也都是发号施令的，完全不尊重他的意见。所以这一点在夫妻相处上面呢是很困难的。一个人事业成功了，可是呢，呃，跟家人的关系却处不好。我也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成功呢？所以我比较宁可推荐这一本《人生四千个礼拜》，Oliver Berkman 这本书。 我觉得他从根本让我们想清楚一些概念哈，这有点像道家老庄。你觉得他是隐遁的，是消极的吗？根本不是啊！道家呢，并不是离弃生活，他是因为太喜好生活，所以他不愿意生活变成是一种忍受的事情。我们应该去享受生活，而不是忍受生活。 所以，我越老越觉得儒家真的不可行诶、欸、那一套东西凡人入节太多了哈，跟人性也不符合。所以，我觉得反而是道家比较自然主义啊。这本《人生四千个礼拜》前面有一个导读哈，是朱家安写的。朱家安就是《哲学哲学鸡蛋糕》的那个作者哈。 朱家安就指出来说：“如果我们总是为了未来而活，那我们算是真正的活过吗？”这本书其实他就讲到一个时间管理的悖论哈，我们怎么样度过有限的时间呢？前提就是说时间很有限，所以你打算怎么样去度过它？你打算依照别人的设定而活，还是活出自己真正的人生呢？所以朱家安就说到：“呃，这些讨论呢，不但让我们重新理解自己为什么工作。” 也让我们重新理解什么叫做耍废，哦，就是耍废是必要的了。年轻人所谓的躺平是什么意思呢？一般认为躺平就是在对抗财富的严重不均、没有流动希望的社会。可是呢，朱家安说，如果你用伯克曼提供的眼镜来重新观看的话，你可能就会发现，要把握当下，你得先躺下。这就是现在年轻人为什么选择当躺平族的一个角度。 他是用耍废的自嘲的方式来看清楚他的目标，或者我们说滚动式修正了。他们的人生呢，再也不是像他们的父母辈那样找一个工作，稳定的做几十年，领退休金。不是的，他们的想法比较多元一点哈，边做边修正这种方式。躺平这个概念，其实就是在修正以前拼命工作那样的一种状况嘛。 所以我们说，《人生四千个礼拜》这一本反成功学，呃，年纪大的也应该读一下，年纪轻的或许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哈。那这里头有很多论点哈，我们就随便讲几个，很可能都会改变你的一生哦。首先，第一个概念就是，我们追求速度是对的吗？那么，为什么我们在现代社会里面很难有幸福感？ 甚至哦，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人非常非常没有耐心？呃，总是处在一个很焦虑的状况底下。哈，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啊，就是呃，前阵子有个消息，就是在台中市呢有一号公车七十九号，那也是我常坐的一号公车啊，它停在站站牌那边，然后。 车上有乘客的情况底下，司机呢下去买便当哈，后来就被乘客投诉说，呃，弃乘客于不顾哈，十分钟以后才回来，这样像话吗？结果呢，司机当然就被申诫。可是呢，最后调出监视器一看，司机下去买便当的时间是三分半，不是乘客所投诉的十分钟。那么这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事事实上过了三分半，但是呢，乘客心中的焦虑感是觉得好像等了十分钟那么久啊。 现代人都讲究时间管理哈、啊，呃，都希望有效率的使用时间。可是时间不晓得为什么就永远不够用哈、啊。那么你想想看，我们发明了 email 跟 line，照理说，呃，节省了很多处理事情的时间。但是呢，email 跟 line 会使你更忙啊，它并没有使你更有空。又例如，比如说我们发明了很多电器用品，像洗碗机啦、微波炉啦，各式各样的，像汽车啦、飞机啦。 这些便利的现代文明有使你多出空余的时间吗？世上没有，只使你呢每个人越来越没有耐心了。在奥利弗·伯克曼这一本《人生四千个礼拜》里面，他就说到呢，呃，我们现在所处的呢是工业时代。那么农业时代跟工业时代的不同，就是工业时代是用抽象的方式去思考时间，所以呢，自然会把时间视为一种资源。 如果你做的工作是按键计酬的，那么你当然希望增加效率。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就开始有了很紧迫的压力。你看，满街富 panda 为什么要横冲直撞呢？这跟他们的收入有关呢、啊。另外呢，你应该看过有人一边吃饭一边看股票行情的吗？我上个礼拜上课呢，还看到一个奇观，就是放了一部电影，让学生写作文。照理说，看电影是一个享受的事情，把灯都关了，然后大家。 呃，关注在那个大荧幕上面，可是呢，就在我的前面第一排的位置上面，有一个女生，她桌子上放了好几本很厚的翻开来的书，应该是在复习别克要考的东西。桌上还放了手机和平板，堪称一心三用。那。 他就是一边看书，一边瞄一下手机，一边呢偶尔抬起头来看一下那个大荧幕，也就是他那个电影是看参考的哈，久久才抬起头看一下演到什么地方了，这样也能看哦。那你说他怎么写作文呢？非常简单，他电影完全不看也能写，因为上 Google 去爬文就可以去剪剪贴贴，呃，抄一些别人的东西，他根本连电影都不用看完，他就可以把一篇文章诌出来教材。 还有一个学生呢，他一看到电影的片名，然后呢，马上就把那个 title 打进去他的手机里面，用那种两分钟可以把电影看完的方式啊，那种古阿莫几分钟讲完一部电影的方式，很快几分钟就知道这部电影在演什么。再来就趴下来补眠了，真是一点都没有浪费时间。另外一个学生就更天才了，我把这个电影呢交给他，请他看一遍，看看有没有问题，等于帮忙检查一下片子。之后我问他说：“哎，这部电影好不好看？”他居然连演些什么他都讲不出。 出来，原来呢？他说他是用两倍速在看的。我的天哪、啊，我还以为说交给他这个工作，也等于帮他找一点娱乐哈、啊。那不然的话，你听歌也用两倍速好了嘛。那怎么听啊？奥利弗·伯克曼这本书里面，他就讲到呢，追求速度是对的吗？我们常常陷入一种效率的陷阱跟方便的陷阱里面哈、啊。比如说电子邮件这个发明，本来是要。 帮助我们节省一点时间的结果变成了没完没了的打扰哈、啊。现在学校发通知，他完全就不看你是什么单位了，他所有的通知全部一律发到全校，他不筛选单位的。所以你的邮件呢，时不时就塞满了很多根本跟你无关的公文。你光是删掉这五百封，也要半小时哈、啊。那光是删掉五百封信，批完五十封毫无意义的假单，你这样就可以耗去大半天的时间。 更不要说那个自主健康管理了。奥利弗·伯克曼这本书里面就讲到，我们越试图管理时间，越想要规划未来，我们就越感受到压力。你应该都听过番茄工作法嘛，就是工作二十五分钟，休息五分钟那种方法。事实上，因为人不是机器，没有办法这样切换，所以呢，那种工作方法，呃，就像马斯克他说，五分钟他就要解决一件事，他只会让你压力更大哦，更不快乐。 另一个说法是，事情分成紧急的、重要的、紧急而不重要的、重要的而不紧急的。好，这几种方法处理方式各不一样。很多人就拿那个乌鸦跟玻璃罐那个例子来说明。哈，一个大玻璃罐，然后有一些大的石头，有一些小的石头，有一些是沙子。呃，这个故事事实证明是谎言。正确解答呢是先放进大石头，接下来放小石头，然后才倒沙。所以呢，体积小的刚好能够塞进大物体之间的空隙。哈。 如果你挪出时间先做最重要的事情，那么你就可以在完成所有重要事之后，还有空闲可以做完那些比较不重要的事。为什么说这个故事是一个谎言呢？因为呢，它那几块石头是完全塞得进那个玻璃罐的。那我们事实上遇到的情况是，大石头会多到。 根本就放不进罐子里面。人生的大石头太多了啦，重要的事永远都做不完。假设你现在刚好大学毕业，然后找到人生第一份工作的时候，就有人会跟你讲说，结婚这件事不能拖，哦，拖晚了生不出小孩哦。呃，念书这件事也不能拖，哦，工作久了就再也回不去学界了。理财这件事也不能拖。哦。 要赶快赚到第一桶金，才能够早日实现财富自由。大石头永远都太多了，时间就是你的玻璃罐，永远太小。所以呢，股神巴菲特有一句名言，或许可以给我们做参考。他说呢，请你现在列出人生最重要的二十五件事，列出来之后呢，请你去做前面的五件事，后面二十件就全部都不要做，因为那表示那没那么重要。但是呢，那些事情却足以让你分心，所以不要再看那种成功人士。 在早上七点之前完成的六件事那种书了哈、啊，那种成功学会使你掉入效率的陷阱里面。人事实上是不可能什么事都周全，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追求速度会使你掉入方便的陷阱里面。 过程太过方便的时候，往往它的意义就消失了。我们为什么会觉得网购年菜那么难吃呢？那为什么你会觉得阿妈的炒米粉很好吃呢？其实并不是阿妈用料或者是他的技巧有多高超，而是在那整个制作的过程里面，或许呢祖孙两个人谈笑风生，呃聊一点家常哈，然后慢吞吞的在制作当中呢也不赶时间，所以端出来的东西是经过期待以后的美味。 还记得前面讲那个公车司机去下去买便当那个例子吗？哈，事实上只过了三分半，可是呢，乘客觉得好像过了十分钟那么久。 网购的东西为什么会难吃？因为你对它呢其实是没有参与过程的，过程很方便，意义就消失了哈。所以很多事情你想要省时间，呃，你想要追求速度，可是其实却没有办法去享受到那个当下的美好。我们在餐厅点菜的时候，可能跟老板讲两句话，呃，也问一下老板今天什么东西比较新鲜哈、啊。那那一种交流跟你按荧幕去点餐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另外就是买东西是要讨 掏钱包的，所以呢，大大减少了你乱买的几率啊。过程方便，意义就消失了。另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呢，就是电子卡片。每次到了中秋节或者是教师节的时候，不管是教育局或者是校长，总是会发给全校的老师电子贺卡。多少人连看都不看就直接删除了。所以你必须承认，科技的发达并没有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幸福哈。 在以前农业时代呢，生活步调慢，那在计算时间的时候，常常说是什么一炷香的时间、一盏茶的时间，非常不精确哈、啊。但是那种时候反而不会焦虑时间的流逝，它是活在一个没有时间的世界一样。比如说晒谷子的时候，你能预计晒一个钟头后收起来吗？你总要晒到干吧。又比如说喂鸡、喂鸭，或者是帮母牛挤奶这件事情，也很难预计时间要完成。 呃，当你做这些工作的时候，你感觉不是被时间驱赶的，你以把这件事做完为一个单位。就因为是这样呢，所以你是专注于当下的工作，你其实没有去管到现在已经到了第几分钟的时间了。可是我们现在工业时代就不一样了哈，所以时刻被时间所驱赶，真的是你越试图要管理时间，你就越感受到压力哦。这几年我养猫的心得是，养猫真的可以治忧郁症诶、欸。 你喂猫的时候，你总不会去想说，哎，我现在喂猫的时间只有十分钟，十分钟一到就结束这件差事，不是这样想的吧？它不算在呃你规划里面要做的事情，你只专注在你看它那个毛绒的头非常好笑，然后你摸了一下它的背、它的头，然后就跟它玩了一会儿。 那种感觉啊，跟我们平常这样子刮西瓜、准这样子在工作，要完成很多任务，真的完全不一样哈、啊。那么我相信呢，种花种草也是一样的效果。奥利弗·伯克曼这一本、呃、人生四千个礼拜》里面，另外一项论点就是，真正的休息就是活在当下，呃、不要去追求效果哈。啊 那他就说到呢，呃，唯一归我们管的时间只有此刻，因为呢，人生当中不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哈、啊。所以呢，呃，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：“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”那么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啊，很多人呢就是常怀千岁忧嘛，为明天忧虑，很可能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。 但是明天还没有到啊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。你为什么要去还 Lucky 来啃呢？哈，所以呢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想法？因为资本主义呢，使我们把时间当作工具。你看，像律师，他是以小时计价的嘛，所以当你的时间呢是一小时多少钱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和家人吃一顿晚餐、看小孩去学校表演是毫无益处的，因为没有收入嘛，哈。 所以呢，太努力善用时间的人，往往反而错过了人生啊！所以呢，呃，这书里面就讲说，他曾经特意到北极去看北极光，可是呢，挨近千辛万苦，三更半夜爬起来，然后就去盯盯紧那个时刻，哦，终于看到北极光了。看完以后，只觉得很像荧幕的保护城市而已。事实上，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神奇伟大。人生非常短暂哦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最后一次。 有一些育婴指南是这样说的啊，要让小孩呢，婴儿呢睡在自己的摇篮里头，不要赖在父母身上睡。你不要抱着他，因为这样会养成坏习惯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他也只有婴儿时期会赖在你身上睡而已。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都是最后的一次。比如说你现在一个小孩呢，三岁五岁的，他在地上撒野，然后呢，他要你陪他玩，你以为他一辈子都会？ 要求你做这件事情吗？每一件事都是最后一次。他很快就长大了，很快就不需要你了。他也只有这个时候会这样做而已。不管是撒娇还是耍赖，也就只有这个时刻了。所以，太努力善用时间的人，却往往错过了人生。哎，我好像在讲马斯克、欸，哎。 所以，《人生四千个礼拜》这本书，他就讲到，我们不要追求速度，哈，因为呢，欲速则不达，哈，成效也不是一切，最好是不要有任何的效果。这本书呢，他就举了一个例子，哈，有一个很有名的英国摇滚明星啊，叫做 Rush s d e v a r 那么他呢，呃，他非常喜欢那个铁路模型。 但是呢，这件事情跟他摇滚明星的这种形象是完完全全是不搭嘎的哈。他平常是穿皮裤的，然后声音很沙哑的哈，是很性感的在舞台上表演的人，那他却会去做那个火车跟铁路的模型。呃，很多人其实都没有办法跟他搭在一起，甚至呢他自己也不是很擅长去做这种模型，可是他就是喜欢。 也就是喜欢就是一切哈、啊，他玩模型的时候不用担心要取悦观众，他也不用担心门票是不是卖光了，呃，要向全世界证明他宝刀未老等等哈、啊。我们必须要理解到，效果并不是一切，甚至你做事情最好不要有效果，因为效果永远是以后才会出现的东西，而以后永远都太迟了。 人生四千个礼拜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论点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哈，就是呃，他认为说真正的休息就是活在当下哈，我们不要追求效果，但是要好好的活在当下。那么这里他就讲到一个例子了，他说到底什么叫做真正的休息呢？很多人规划假期，投资未来哈，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，为了做更多的工作。我也看到很多大学教授呃做七年休第八年嘛，那么在他。 呃，Sabbatical 这一年啊，就是教授休假这一年呢，他安排了很多很多的讲座，全世界各地去讲学啊，这个马不停蹄，好像很忙、很重要的样子啊。我现在再来看这种休假，我只觉得根本神经病，好吗？那哪里有休假？那比平常更忙了呀，哈、啊。 那么一个人到底能够伟大到什么程度？我觉得那也是很难讲的哈。工作并不是人活着的重点诶，所以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，他说：“真正的休闲是最高等级的美德，也就是休息是必要的哈，沉思或者思考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人能够休息的时候哈。” 我听过呢，有一个作家，他可以一年演讲两百场的。那么在这个书里面呢，他也讲到说，有一种工作狂是日日辛勤的哈。他举到一个小说家当例子，他说这个小说家呢，七十二岁出了一百七十本书，他一年要出七本书哈。 那么这种工作狂，你应该遇过吗？下了班还要去做飞轮有氧这样子啊？我现在觉得啊，那简直就是过动症啊！书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哦，他说犹太人为什么在第七天要休息呢？哈，就是安息日，因为呢，在周五晚上以前做的就已经够了，再做也没有任何意义。对，没有错，所以一周一定要六日两天耍废放空，什么事都不做哈。 这才是人活着的意义哈！连上帝都要休息一天呢，你想你你不用休息吗？所以这本书呢，他就讲到一个观念嘛，他说我们现在的人呢，因为焦虑，所以呢，一天到晚是气急败坏的，按喇叭的声音很多哈。你不断的超车，可是你遇到红灯还不是得停下来吗？所以这就证明了一句话，叫做“欲速则不达”哈。我们一定都有这种经验嘛，一边骂小孩，一边赶着赶快出门，赶快出门，快要来不及了。结果一出去发现忘了带一个。 东西，然后再赶回来拿，那不是更慢吗？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里面，看书看文字变成不可能的事情，我们对所有事情的耐心都不在了哈。那你会发现到报纸的副刊呢，满版一篇散文，大概是三千字到四千字。老实讲，那也没有多少。可是现在很多人连那样一篇文章也读不完，那就更不用讲一整本书了。 《人生四千个礼拜》这本书里面，他还讲到一个观念，他说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什么都不做哈。所有人的不快乐都源自于没有办法安静待在自己的房间里。的确，现在很多人是静不下来的。你想想看，隔离个几天，或者是台风放两天假，就全部蜂拥而出，一定要挤在同一个景点里面哈。我有时候真的很不明白啊。 人越来越没有耐心，人越来越静不下来。那当你静不下来的时候，其实你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哈。那么这个书里面就举了一个例子，我就非常有趣哈。他讲到一个哈佛大学艺术史的老师，叫做珍妮佛罗伯兹啊。那么他的课呢，第一份作业通常就会引发学生的哀嚎。那么这个课就是，请你到一个博物馆挑一幅画或一幅雕像。 凝视三个小时，中间不可以看手机，不可以收讯息，不可以查社群媒体，也不可以跑去星巴克啊！勉强通融，可以去上个厕所。据说呢，这项作业引发学生集体的哀嚎哈、啊，如坐针毡。他们宁可组装大型家具，或者用图钉刺大腿，都没有办法安安静静在那里盯着一幅画或雕像看三个小时哈、啊。那为什么老师要坚持这样的作业呢？我们先想想现在。 代的年轻人啊，连看一个 YouTube 的影片都自动两倍速了。听说大部分人呢，都是五秒钟决定要不要看一部影片，所以古阿莫那种用五分钟讲一部电影的，现在来看都太长了。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呢？奥利弗·伯克曼，他听说哈佛大学有这样一堂课，他就想去挑战看看啊、哦。那么朋友呢，看着他眼神散发着敬佩，呃，担心他精神是不是出问题哦？毕竟三小时真的很长。那为什么这位老师啊、哦，珍妮佛·罗伯兹，他要？ 呃，坚持看三个小时呢，因为他知道三小时长到令人痛苦，尤其是习惯了快步调生活的人，所以呢，他想让他的学生知道为什么克服那样的感受、掌握背后的东西是有价值的。那么，罗伯兹呢就告诉作者说，他最初想出这个点子，是因为学生面对太多快速前进的外在压力，除了数位科技造成的压力，哈佛的竞争呢也雪上加霜，所以呢，他感觉到像艺术。 这样的东西啊，如果他不能够想办法影响学生做事的步调，协助他们放慢到创作要求的速度。 那么他就等于没有尽到责任。他们必须要适应艺术创作的形式，创意跟效率往往是相对的。这个作者呢，就真的在那里看了一幅画。那么这一幅画呢，叫做纽奥良来的棉花商人。哈，在看着这幅画的时候，他的手机、笔电和让他分析的物品全部都放在记物的地方。刚开始的四十分钟，他在想说，我自己到底在干嘛？ 他很痛恨美术馆，那么这种空气让人昏昏欲睡。他你就自在盘算说，那我要不要换一幅作品来看？因为你选的这幅画超级的无聊哈。牛二良的棉花商人，他就是在房间里头有三个人在检视一捆一捆的棉花，呃，旁边好像有很多东西，看起来比较精彩丰富一点啊。所以呢，刚开始的四十分钟呢，整个心思是很混乱的，完全静不下来。 你被迫自己承认，你来这里呢是要学习耐心的哈，所以呃，你不能够半途而废哈。那但是时间过得好慢呢、啊，呃，你正在想说是不是已经过了一小时，结果一拿表一看呢，才过了十七分钟啊。那么来到第八十分钟的时候，在你没有注意到到底什么时候发生，怎么发生的？ 诶，变化出现了哈！当你终于放弃了逃避那种时间过得好慢这种不自在以后，那种焦躁感消失了。那么这幅画呢，开始揭晓一些暗藏着的细节哈、啊。这三个人的脸上呢，带着悲伤的神色。你第一次注意到呢，在这个白人的世界里面，这三个商人当中有一个是黑人，而且呢，你刚开始没有注意到，诶，后面还站了第四个人，藏在那个。 眼睛看不见的地方，所以呢，好像是鬼魂一样。那么再来呢，你体验到呢，眼前的场景刺激着你的各种感官，你感觉到那个刘奥良的房间传来湿气，还有一种幽闭恐惧症，地板嘎吱嘎吱的响，空气当中呢带有灰尘的气味跟霉味。所以这个看画三小时的训练呢，刚开始是一直在想怎么样遁逃，可是八十分钟后开始注意到细节，而。 你之所以能够注意到细节，是因为你放弃了那种焦虑哈、啊，所以培养耐心就是这样，其实就是如何让自己安静下来的一种艺术嘛。那我觉得呢，打坐、冥想、听音乐，我觉得养猫都有同样的效果诶。 就是你突然之间就进入到一个完全失去时间的状况啊！你不可能一边喂猫一边算算秒数的吧？你也不可能一边种花种草，然后在那里想说现在过去五分钟了吧？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，时间突然之间一下就过去啊！就好像孔子说的啊，不知老之将至。我曾经在秦美成品中午的时候。 呃，吃完午餐进去，然后呢，一直读书读到天黑。出来的时候，怎么怎么变成天黑了？草悟道上面呢，已经亮起了灯，简直不知今夕何夕啊！因为看一本小说看得太入迷了，而那本小说整整有六百页啊，所以从进去是白天，出来已经是黑夜这样的情况。就像这本书说的哈，非凡的成就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，才能够水到渠成，就是蹲点的概念了、啊、哈。那么呃，很多时候呢，你要走过众人。 走过的老路，才有可能看到更丰富的独特形态。所以他说，有的人为了写作辞职啦、啊，或者因为有想做的事，所以呢不结婚也不生小孩。他说呢，这都未必可行。 就如同艺术史的教授罗伯兹，他那种看画三小时的练习，你必须愿意先停下来，待在你所在的地方，才有办法参与那部分的旅程，而不是永远在跟现实讨价还价。哈，急于求成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要体验老夫老妻那种过人的默契，你得先和一个人维持住婚姻关系。如果你想知道在特定的地方扎根是什么感觉，首先你得不再四处搬家。所以呢，有意义的非凡成就。 就都要花上一定的时间，那这都要耐心。这本书的最后呢，他还提出了一个“沧海一粟、啊”的疗法哈。他说呢，我们应该要想办法过出一种普通而有意义的人生。那么他就说到呢，呃，我们来看埃及法老王的时代。 或者耶稣出世的时代，大概都会觉得那是远古时代吧。但是事实上呢，耶稣和你之间只是两千年嘛。那么法老王的时代呢，就跟你隔了三十五个百岁人瑞这样的距离而已。我们的人生在浩瀚宇宙当中，是一个一闪而逝的光点，就像针尖那么大而已。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我们人是很渺小的哈。你在这个宇宙里面什么都不是，想到这一点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安心的呢？哈，你不但因此而能够冷静下来，还因此得到自由呢。你拿人生来做什么，根本不重要，宇宙根本一点都不在乎哈。那么，当你想清楚这一点之后呢，接受自己的重要性是微不足道的，你的人生呢就格外的有意义。 比如说呢，煮一顿好吃的给自己吃，这会很重要的哈。即使你赢不了什么金牌主厨奖，那又比如说呢，呃，在假日陪着孩子在那儿瞎玩瞎闹哈，或者做机器人模型哈，这个东西看起来没有意义，可是却让你真正得到休息跟快乐。也就是呢，从日常的芝麻小事当中、柴米油盐当中去寻找你。 真正的快乐，我自己呢，在七年前第一次教授休假的时候，我才真正感受到这种慢下来的意义哈、啊，那个时候呢，我第一次到传统市场去，之前全部都是买便当啊，随便应付孩子的吃，因为那时候是职业妇女嘛，快就好哈，完完全全就就几乎是没有煮过饭。 然后在那次休假当中，自己上菜市场，然后种花、种草、养猫，这样慢慢的你就理解到，做的都是毫无意义的事，但是都是有乐趣的事情。我久了以后才真正发现，人是活在这些事情里面的，不是在很多很多赶着要完成的工作里面的。你每天排满了进度表，做的都是别人要你做的事，你做完没有成就感，你只觉得全部都是被掏空的感觉。哈，我现在非常理解到，煮一顿好吃的。 非常重要，陪孩子在那儿瞎玩瞎闹，或者你自己做你的机器人模型，或者去打一场球，那都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你看起来好像没有生产力，但事实上呢，它为你蓄积了更大的生产的能量。你唯有耍废躺平。 才能够让你渴望工作啊！比如说，我星期六日是从来不工作的。我上菜市场，我煮好吃的。那我把家里清干净啊，洗得干干净净。以前我非常讨厌做家事哦，那现在呢，觉得做家事就是我的天堂。在那里慢慢磨，把碗洗得干干净净的时候，那是非常有成就感的。那我现在呢，也会为了帮猫准备一点吃的，我去全联买那个鸡骨架子，然后呢用电锅蒸熟了之后，自己用手慢慢的把肉剥下来。 一定要把细骨头全部都剥掉哈，那个不然猫会戳到。你做的事情越没有意义，感觉上就越快乐诶不知道为什么哈。来到这本书的结语哈，那么这个结语就说呢，不要抱持希望哈。 不要抱持希望，这是一件好事诶，这个世界上呢，问题永远不会减少，但是呢，你的四千个礼拜一直在减少哈、啊。你想想看，呃，如果以八十岁来说，那我只剩一千个礼拜诶，如果你是二十岁的年轻人的话，那么你还有三千个礼拜。大家都是在倒数的耶，所以呢，时间绝对要花在刀口上面，没有时间再浪费了哈、啊。 所以呢，他这里头说，放弃就是开始，哈，是一种好的解脱。你不用三头六臂，凡事想要做到完美，倒是可以卷起袖子，开始动手去做那个可能做到的事情了，哈。从柴米油盐去寻找乐趣，哈。要坦然的接受我们的生命有限，不可能做那么多事情。你要事先决定让哪些事情砸锅，哈。先想好在生活的哪些领域，你不期待自己会有什么出类拔萃的表现，哈。 那么决定哪些事就让他过去，完全不理他。我现在就决定要让那个什么学校有一些表格啊，叫做自主健康管理，我通通都不填了啊，我一个都不填，我就装死，我就装作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呢。我不期望我有出类拔萃的表现哈、啊。 那么我要把注意力放在已经完成的事情，即使那个事情非常非常的微小，那么这个微小的成就感也会带来很大的动力。比如说今天那一锅卤肉卤的非常成功，对不对？那个就是巨大的成就啊！永远要记得那个哈佛大学艺术史的老师所谓耐力训练呢、啊，保持停下一切的状态。那么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做，事实上是在夺回你的自主权。 不再试图回避这个时候的现实，真正带来的感受。冷静下来，你自己的人生可以做更好的选择。结论就是呢，不要为年轻人躺平忧虑啊，为自己忧虑吧，你也该躺平。呃，你去做眼前最想做的事就好，其他的冷眼旁观就好了。阿姨，我也不想努力了。不要说年轻人想躺平，我都想躺平。我们现在再复习一下整本书的重点哈，一个一个来，不要想多管齐下。 事先决定要让哪些事砸锅，练习什么都不要做，不要对任何事情抱持希望，不要试图去主宰任何事情，做一些没有意义却有趣的事情，不要计划，只管投入。讲了半天呢，我的人生又去掉了一个礼拜啊，都已经只剩一千个礼拜了啊。现在呢是越用越少的状态。 可是太阳还没出来啊！根据我的耍费哲学，我现在不能工作我打算继续摆烂。说到呢，这种冬天的太阳啊、嗯，我们就会想到一九六九年呢，George Harrison 就是 Beatles 里面的吉他手哈，他有一首歌叫做《Here Comes the Sun》，太阳出来了。那么同时我们也会想到一九六九年，台大外文系主任严元熟他写的第一篇散文就叫做《晒太阳记》。 这篇文章呢，本来是无心插柳，柳成荫的哈、啊。那么刚开始的时候，是高信江的《中国时报》副刊邀请他写一篇文章，结果他一写呢，我大为轰动，所以后来就写了一个系列哈、啊，叫做《陋巷杂谈》。那后来呢，连富的主编平鑫涛他也向颜元叔邀稿，于是呢，就在《连富写了个专栏，叫做《燕叶随笔》。燕跟叶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“颜”嘛。 那这两个专栏写写，呃，写了蛮多文章，后来就结集成一本散文集，也就是他第一本散文集就叫做《人间烟火》。那这本散文集里面好的文章很多啊，除了《晒太阳记》，还有《懒猫白菜》啊，《烧饼夹油条》啊，《夏日炎炎不好眠》等等，都是很家常的东西哈、啊，但是非常有人间烟火味。你看他形容说，呃，又冷又下雨的日子过了好几个礼拜之后呢，有一天太阳突然出来了。 我端了一把藤椅出来，坐在院子里面晒太阳。我面对太阳坐着，转瞬之间通体温暖，腹部好像有融化的感觉。我把椅子移转过来，让太阳晒在我的背上。我尽量弯起腰部，让下半身也能晒到。我背部晒暖了，又晒正面；正面晒暖了，我又晒背部。冬天的太阳晒在头上，脑子里没有别的，只有一个暖暖的太阳。 何况又是礼拜天，不用上班，不必刮胡子，也不会有访客。我把椅子倒过来，再晒背部。我面对那几波茶花，白的、粉红的、淡红的，三三种都开了花。许多花苞给阳光暖一暖，开得更快更多了。接下来呢是小孩跑出去玩，然后呢太太在那晒棉被，这棉被呢都晒出好几斤的水来了哈。那么他就说呢。 我晒到全部的毛孔都张开了，二十几个阴雨天气里面吸进的寒气一起要吐尽。我摸摸身上的衣服，每一根羊毛都恢复了弹性啊。 我闭着眼睛对着太阳，让眼皮化成一片红晕，里面有彩色的火星跳跃。在二三十平的小院子里面，桂花慢慢的香起来。太阳在我的身上，又是星期天，我不看报纸，报纸已经滑到了地上，我懒得捡它，反正我今天不看报纸了，至少今天不看报纸。五彩的星火在金色的婚晕里面跳跃，在我的眼皮子底下。 这个时候，如果有人来挡住我的太阳，我会仿效那个疯癫的古希腊人说：“走开，亚历山大，不要挡住我的阳光。”冬天的太阳啊，这篇文章呢，把晒太阳讲得好像煎鱼一样啊，正面晒晒，反面晒晒，连腹部好像都融化了一样哈、啊。 这真的是形容的太绝了吧，哈！那正如同 George Harrison 他写这一首呃 Here Comes the Sun 这首歌哈，他也是讲到说，亲爱的哈啊，It's been a long, cold, lonely winter 哈，这是一个又寒冷又漫长又 lonely 的 winter 哈，冬天哈，感觉上好像有几年那么长了哈，终于呢 Here comes the sun Here comes the sun 哈，太阳出来了，太阳出来了啊！ It's all right，好，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没事了，放心吧。太阳出来了，太阳出来了，真是太好了，笑容又回到人们的脸上。Little darling, I feel that ice is slowly melting。啊，亲爱的，我感觉到冰已经渐渐的融化了，我感觉到好像已经有好几年那么长了。太阳终于出来了，太阳终于出来了。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感受不到那个太阳出来那种欢欣雀跃是有什么那么高兴。可是后来你想一想啊、哦，那个英国是一个很潮湿的，不是下雨就下雪的灰蒙蒙的天气啊，在那种天气底下不得忧郁症都很困难哦。所以呢，如果你那种日子过久了哦，一有一天太阳出来，你真的是整个人好像重新活过来那种感觉，难怪那么激动哦、啊 那么这首歌呢，George Harrison，他听说是在他的好朋友家里面，呃，灵光一闪完成的。那么他的好朋友就是非常有名的蓝调吉他之神啊，Eric c r a f t o n 就是后来写了一首歌嘛，叫做《Tears in Heaven》啊，天堂之泪，有人就翻译成泪洒天堂。那么呃，Eric c r a f t o n 呢？ 后来呢，还娶了 George Harrison 他太太嘞，所以呢，他们两个也算是有特殊的缘分哦。这首歌呢，曲调非常轻快，好听哦。在 Beatles 的歌曲里面呢，呃，应该不算是知名度最高的，但是是我非常钟爱的。那么讲到 Beatles 呢，他们是一九五七年成立的摇滚乐团，六零年代呢，红遍欧陆跟美国。那一九七零年的时候解散。那么，呃，在 一九八零年的时候呢，John Lennon 他先被枪击而去世。二零零一年呢，George Harrison 他又因为肺炎病逝哈。所以现在只剩两位成员了哈。一位呢就是 Paul McCartney，那另外一位呢就是呃鼓手 l i n g o s t a r 现在呢，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《Here Comes the Sun》，太阳出来了，这是 Beatles 一九六九年的歌。Here The Comes Sun。 say it's all right Little darling.